疫情为解封，65岁以上长者相聚，猜拳游戏拉近彼此距离。82，82，那你呢？72，真的很高兴，今天的天气都是很好，我们也能够在外面有游玩。要有打过疫苗才能来上课。长照西据点开学，老人家打好疫苗，欢喜来健身。教他们那个。 强身养肺功，如果保养我们的肺部，是非常的重要。不是很仓促的呼吸，这样才会激发身体的热能，有点微微的流汗。最重要是让他们带着欢喜心来，然后很开心来这里跟同学互动，然后学习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晚年生活要过得健康自在。 他们是最好的榜样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连建新台北报道。